优酷自制，环亚传媒联合出品的原创超级剧集《十日风暴》于今日发布定档海报与动作版预告，宣布将于9月19日在优酷平台独播。该剧由丁恒担纲总制片人，两家树、陈的秀监制，洪金波执导，张智霖、薛凯琪、王阳明、梁汉文、陈锦若、李思涵、梁静琪等实力中生代演员携手秦沛、刘兆敏、罗家英、许绍雄、麦长青等众多港剧老戏骨主演《十日风暴》，集合卧底、缉毒、枪战等港剧最强看点，在险象迭生的阴谋布局中展开一场生死互搏，引人期待。张智霖遭陷害一国逃亡，为薛凯琪与王阳明兄弟反目，《十日风暴》集合港剧经典元素与最强演员阵容，辗转香港、吉隆坡、布达佩斯多的拍摄，未经播出已经备受瞩目。今日首度公布的动作片预告中曝光众多街头枪战与近身搏斗画面，紧张刺激，扣人心弦。剧中张智霖饰演的林峰作为毒品调查科督察，与王阳明饰演的毒品调查科科长樊毅共同奋战在缉毒一线，却因卷入黑势力与惊天阴谋而走向了不同的命运结局。预告中，张智霖与薛凯琪、王阳明等人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，在应接不暇的短镜头切换下，身向搏斗、街头枪战、全程追捕等紧张刺激的剧情接连上演。电影敌时感视效与层层进阶的背景音乐，令气氛更加紧张，挑战观众神经。除此之外，三人的感情纠葛也更具看点。林峰、张智霖是暗恋好友樊毅，王阳明是的未婚妻简文山，薛凯琪是多年，二人的命运因重重谜案捆绑在一起，从对立到相伴相知，也成为了林峰与樊毅兄弟反目的导火索之一。经典港剧黄金阵容组队经费，罗生门挑战强心脏，十日风暴此番还汇集罗家英、许绍雄、秦沛、刘兆明等众多港剧老戏骨加盟，堪称黄金阵容。尤其是许绍雄一出场，便让人想起了他的经典形象，一正一邪的欢喜哥。此次加盟《十日风暴》角色身份依然是难辨正邪。此外，该剧幕后班底也是绝对的金牌团队，网罗的拥有37年以上品质好剧制作经验的梁家树，与同样经验丰富的前 TVB 戏剧组创作总监欧冠英，这对曾经联手创造过《我本善良》《刑事侦缉档案》《创世纪》《岁月风云》等众多港剧经典的黄金组合，共同把控剧集创作，保证品质。从《十日风暴》故事情节来看，放眼国际，以新型毒品的跨国犯罪为主线，将新型毒品与医疗科技进行结合，跨国犯罪和行业乱象制造双重矛盾、两重看点，突破传统港剧套路，强化罗生门式的悬疑剧情与阴谋布局。而为了让粉丝更直接享受到原汁原味的港类警匪剧，优酷将同步上线《十日风暴》粤语版本。从已曝光的预告片来看，《十日风暴》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画面质感都颇具电影效果，黄金阵容加上高品质创作势，必将在这个秋天掀起最强港剧风暴。据了解，该剧将于9月19日20时起在优酷独播， VIP 会员每周三、周五抢先看，非会员每天更新一集。